你又唔付出，咁好似唔系几公道喎、啊，系咪？即系总要有少少付出噶嘛。好啦，譬如你嗰啲贪官污吏咧，唔紧要嘅，佢哋第一会死，第二咧可以同大家讲句笑话。共产党个组织要做一个运动，冇人走得过手指难，睇下迟啲早啲嘅啫。咁多党员。整低30,000,000，咁咪出少30,000,000咯，有咩所谓啫？只要佢哋知道要改正就得。中国论诶唔容易噶，我哋唔系话帮佢讲好话，我哋系好又好理性又好感性去睇个国家，好多人才咯，但佢哋嘅制度咧系由毛泽东搞落嚟咧，搞错咗。毛泽东啲运动死咁多人，但刚才我讲个中医咧，毛泽东一句说话又救差咗好多人喎，西学中医，所以可能佢都对冲咗，因为佢呢一个方案呢、這个政策咧，令到好多人都长命咗，好多人都唔使死，佢嘅政策错误咧又死咗好多人，咁啊大家对冲咗，但喺个文化度咧，佢影响咗我哋国家咧嗰啲斗争性咧就。未有想到他有好的對沖，他唯一提倡了就是那個提高個民族的鬥志，毛澤東是有幫助、啊、我們一定要堅持，但堅持過了籠，他們變成沒有那個人味，如果他共產黨多一些人味的，多一些自信的，那社會就好一點，不用那麼騰雞，是吧？香港嗰70,000,000人怎麼搞得起個社會亂嘅？有冇人有問題？有冇邊位？哇！平時有啲人 po 上網好差咗問題嘅喎。網上咁多問題，因為職場有冇人問問題咧？你阿莊小姐有咩問題啊？平時好多問題嘅喎。我啲問題，你都嚇？咪講下俾啲人聽嘛，分享下啊嘛 ，share 下。讲下咩问题啊？留翻俾人啦。一有人举手，有人举手，俾人举手。有本书叫《秘闻》，话宇宙有一个吸引力法则，系咪真嘅咧？即系会心想事成嘅。心想事成。你个心念一动嘅时候，未必喺呢一世。佢嗰個時空咧，未必喺你一世出現。所以我哋喺 Buddha 嘅學問咧，就話你要有嗰個願力，就係咁解。你保持嗰個願力，未必喺你一世，因為唔係計一世嘅數嘛，一世好短，未必喺你一世會實現，但未必喺你一世。但睇下你心想啲乜嘢咯。咁咪真係好似，即係有啲人話你想做李嘉誠，做到你而家撲街頭都彈埋，無端端咧就係一個英雄，好多人話學習對象，而家變咗魔鬼啊嘛！又話地產霸權，又話要吸血鬼咁啊，撲街啦！俾人日咒夜咒，係嘛？幾廿歲都好冇人啊！因為佢李先生咧，亦都唔夠智慧嘅，佢哋。始終是一個商人，因為他也有講過，他說我是低買高賣嘛，現在我認為人質對我有好處，我就要人質咯，人質現在那個人不適合我使的，我就要法治咯。我都說了，如果董建華繼續做特首的，他又不會說這番話嘛，但這個都是正常的，一個商人是這樣想的，商人是看過利益的嘛，所以你不可以怪他，我們在我們的眼光呢，這些屬於是低等人物來的。我們在20年前說過，我們評啊李嘉誠是窮人來的嘛，說過的了，我在報紙。因為窮的定義呢，什麼叫窮先？窮的定義呢，就是你不夠呢，感覺不夠就是窮的嘛，窮即是缺乏嘛，如果你夠的，為什麼你還要做呢？你要再揾錢要做咧，就係你都認為唔夠，唔夠咪即係窮咯，唔係睇個數字喎。
就算你一萬億，你都唔代表你富貴噶，因為你未夠，未夠先係窮。所以在我哋心目中的評價咧，喺二十年前，李先生在我哋嗰個層次的人睇咧，係窮人嚟嘅。一你都是窮人，一你不夠嘛，唔夠咪就窮。咁全香港照計都冇乜邊個係有錢人。有香港好多。唔係你講冇啊嘛。哦，你有人啊？我哋睇報紙，有一扎大學生停咗佢嘅大學，就去咗中國好多農村度咧教英文教成嘅。嗯。教一年，而家就嚟翻嚟啦，嗰啲咪富貴咯。佢咪喺個銀碼度去追求啦嘛，佢追求到個富貴同你個數字係兩件事。你食得幾多咧？冇錯。啊，你先，就算你李先生一百等大廈，你就時佢瞓低啊，你喺度度嗰個棺材木有幾大啊？整副特大嘅都係。你瞓喺度都係嗰幾平方公尺啫嘛，你都瞓唔到啊？係咪先？所以係冇意思嘅。好嘛，咁啊，今日嘅聚會完畢。我哋下個月咧又有時間通知大家，又俾新網友參加，可以有一個月有一次都唔錯，好嘛？嗯，好，下次再見。好啦。
perderte, perderte otra vez. Quiero tenerte muy cerca, mirarme en tus ojos, verte junto a mí. Pienso que tal vez mañana yo ya estaré lejos, muy lejos de ti. Oh, 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ta noche la última vez. Bésame mucho, que tengo miedo perderte, perderte otra vez.
Each little dream would take wing in my life.
Perderte otra vez.
all my dreams come true. Que tengo miedo perderte, perderte otra vez. Bésame, 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ta noche la última vez. Bésame mucho, que tengo miedo perderte, perderte otra vez. Quiero tenerte muy cerca, mirarme en tus ojos, verte junto a mí. Pienso que tal vez mañana yo ya estaré lejos, muy lejos de ti. Bésame, oh, 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ta noche la última vez. Bésame mucho, que tengo miedo perderte, perderte otra vez. Bésame, bésame mucho.